各位同學，咁呢條係 DSC Maths 嘅，咁問我嗰位同學真係 Form Three 嘅，即係佢自稱 Form Three 啦。咁但係呢類問題咧，其實係session 即係 DSC 啊 session long quiz 裡面個 session A 二嗰啲題目嚟嘅。exactly 出呢啲題目啦。嗱，我哋睇一條題目講咩先啊？一個直立角錐體內設於一個圓柱體，即係咁樣形狀。我原本冇圖㗎，我加翻幅圖落去。唔係，佢嗰幅圖好核突啦，應該咁講。咁樣即係內設喺度。咁求佢嗰、那個球體同個圓錐體嘅體積比。嗱，我哋首先睇睇個球體個體積先啦。球體體積係球體四 over 三派 r 三次，即係呢個半徑 r 啊。而角錐體個錐體咧，個錐體啊，圓錐體啊，就係、是、一 over 三派細 r 二次乘個 h。好啦，嗱，如果我能夠將佢對 cancel 曬，即係 in term 咗細 h 或者大 h， 咁即係所有數字唔係細 r， 將大 r 同埋大 r 同 h 全部變曬細 r 嘅話，將大 r 變曬細 r 同埋 h 變曬細 r， 咁我哋可以 over 咗之後咧，咁就 cancel 到個三次方，就變咗一個常數嚟嘅，即係出嚟一個 ratio 嘅。咁所以我哋由佢開始做嘅嘢，咁佢會俾你嘅資料咧，圓錐體底積嘅。即係呢個底直徑啊，圓錐體係等於個斜高等相等。咁所以我哋叻呢個，如果呢個半徑係 R 嘅，我都叻咗啦。咁呢個斜即係2R。咁我哋用個直角三角去計咧，計翻呢條成條邊嘅長度。呢條邊嘅長度咧就 h 啦，即係 h 就等於2R 嘅二次減細 R 二次，4R 即係開方3R。好啦，咁再睇呢個直角三角形，因為我要將佢個 h 嗱，我呢個表示咗 h 表示咗個用 r 表示咗啦，咁我需要做咧一個大 r 咧，都要用個 h 嚟表，用個細 r 表示，咁我通過呢個直角三角形去睇，咁呢條邊嘅長度咧，呢條邊啊，即係indicate 咗條邊咧就是、開方三 r 減呢個都係大 r 嚟㗎，呢個長度。咁所以呢度可以有個不是定理噶啦，就係開方三 r 減大 r 嘅二次等加上 r 嘅二次等於大 r 嘅二次，咁爆開佢啦，爆開佢就變咗三 r 二次減二開方三細 r 大 r 再加 r 嘅大 r 二次再加 r 二次等於大 r 嘅二次，咁呢兩嚿 cancel 咗，呢個等於四 r 二次就等於二開方三。R 大 R， 咁留意我哋要揾係揾翻個大 R in terms of h， 咁所以我將個大 R 除過，將嗰啲大 R 寫翻主項除曬過去，咁約咗之後剩翻係睇下先啊，個 R 約咗剩約咗埋個二，即係二 R over 開方三。好，咁我哋有齊曬啲資料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將呢兩嚿嘢。over 咗啦，球體體積比圓錐體體積，睇下有冇調轉先啊，球體直徑球體啦，咁其實佢上面嗰條都問我，但我就要慢慢即係擺時間出嚟 present 啦。各位同學真問咗兩條嘅，好，咁我哋將啲數字代翻落去啦，四 over 三派大 R 係呢、這個，細 R 啊呢、這個，個 h 咧係呢個，咁可以 cancel 佢咯 ，cancel。係咪我費事寫錯咗啊？我逐忽咁 cancel 啦。呢個係八，
睇下先啊。我哋去到呢度就睇下先啊。約咗呢兩個，咁分子就計到係432，分母就應該呢幾嚿嘢乘曬佢啦。開方三，開方三就三，做成三九，所以32:9就咁多。好，最後阿呼籲各位同學 subscribe Dr. K 啲 message 呢個channel，拜拜。